距离大年夜还有15天时间，如果想要在家中置办年夜饭，那么各种年货应该已经备起来了。在之前的节目中，我们已经灌了腊肠，腌了咸鸡，做了酱肉。那么今天的年夜饭倒计时板块，我们的外景嘉宾珍珍和大厨刘红将为我们准备什么样的美味呢？我现在正在金山的一个农贸市场，那么今天我们在这边的话呢，要选购怎样的食材来做年菜呢？我今天教大家两种带鱼的做法。哦，带鱼可是非常新鲜的在这里、啊、其实上海很多宁波人喜欢带鱼啊。对呀、啊、哎，我们是可以说一个风带鱼，还有一个招带鱼、哦、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带鱼在年夜饭的餐桌上常常以冷盘的形式出现，无论是咸鲜十足的风带鱼，还是酒香十足的糟带鱼，都是家庭聚餐的好伴侣。还有2周时间，想要自己动手可要赶紧挑起来做起来了。大厨啊，其实带鱼有很多不同的品种，其实呢、现场教我们一些秘籍好吧。那么我们这边呢，看到东海带鱼，你要知道、那个非洲带鱼呢，它是很宽的呢，肉板很厚、这边呢就是正宗的扁担带鱼，它是一根很窄的，对，就是窄窄的、像扁担一样的形状。对对对。那么我们挑鱼呢、这个呢比较小，对，这个呢比较大了一点。我挑这种呢，你看这边的鱼鳞，它的鳍背上的鳍还张扬在那里，说明这条鱼是非常新鲜的啊。还有看它背上的那个鳞是不是那个光亮？有的鱼鳞已经脱落了啊。对。再为大家总结一下挑选要点：鱼眼明亮，鱼鳍张开，鱼身晶莹有光泽，表示带鱼比较新鲜。同时做腌制或者酒糟都不宜选太大的带鱼，不然口感太软也难以入味。现在带鱼的价格是在16元左右一斤，如果是三口之家，买3条腌制一下也足够过年期间吃了。这就是我们从菜场当中选购回来的带鱼，荧光锃亮。现在呢，我们的刘大厨亲自上阵，为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来做风干带鱼。对，风干带鱼。做风干带鱼要准备的调味料只需要盐、花椒、料酒即可。就是要黄酒，给它身上抹均匀了。这个就是普通的料酒就可以了。料酒就行了啊，不能太多。那如果说我们用白酒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？白酒呢味道太重，会影响它的口感。这个带鱼呢用黄酒是最实惠的啊。涂抹好黄酒，接着要用到盐。哎，这盐里面我看还有别的。盐里面有花椒啊，用花椒炒过的。哎，均匀的。小心一点哦，不能太厚的。花椒是去腥的，花椒还起了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。其实我觉得腌制的东西其实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。对，以前又没有冰箱，没有冰箱，那些东西全部都要坏掉了，就把它腌上，就可以更久一点。比如讲，以前没有冰箱，就说他抓了一条大鱼，对呀、我又吃不掉怎么办呢？把它腌起来，放到过年吃。现在我们就是这样。年味就是这么来的啊。均匀涂抹好调味料之后，把带鱼盘起来放置24小时，然后再挂在家里的地光阴凉处吹个4到5天，吹干的带鱼一般体积会缩小1/3，但充满了干香味。这么小啊？不，当然了，这个肯定是风干带鱼，这个带鱼呢肯定是比我们这条要小一点，但是它肯定是缩到1/3，缩掉1/3是有的啊。好，这种带鱼呢，这个口感是非常干香。是，像这样的风干带鱼的话，通常我们用什么样的烹饪方法去料理它会比较好一点？清蒸是最好了。清蒸，在清蒸以后再淋一点麻油的话，我觉得会，非常香的一个菜。要叫阿维朗的。阿维朗的。对啊，配上一碗白饭或者是泡饭的话，那绝对是一绝。做好了宁波风味的风干带鱼，接着我们再跟刘大厨来学一下本帮风味的糟香带鱼。需要准备的调味料有糟卤和酒酿。我们小时候，我外婆糟肉啊、糟鱼啊，在那个上海叫在玻璃缸里下啊，绑一下，然后煎几块出来，放在一起一蒸，酒香啊、糟香的味道非常是香的啊。是，所以我们把主角请上来。开始。那么其实这个带鱼跟那个风干带鱼不一样了，我们把它切块。刘大厨，我看你这带鱼切的还是蛮宽的。对，2寸6公分啊，6公分就是这样。把这个东西都放在一起。你这个是一个可以密封的。密封的器皿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撒一点盐。还是需要盐的。就让它有个底味儿、有个底味儿，对。撒上盐，然后倒入适量香糟卤，捏一下。接着就要用到一样糟带鱼的法宝——酒酿。像上海地区的这个所有的糟醉鱼类啊，基本上都是要放酒酿的。
哎，酒酿的同时还有一种甜味儿，它可以增加整个一个鱼的一个回味儿。所以这是上海人独特的一种烹饪方法，可能别的地方的朋友就只放香糟酒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放进去以后呢，倒点酒酿汁儿，一定要把那个酒酿捏散了啊，捏碎了。那么让每块鱼上面都有那个糟的酒酿的那个裹在上面。好，那么这样浸泡以后呢，我们放在冰箱里面。然后经过四五天，要吃的时候煎一块出来蒸一下就 OK 了，多么肥美的那个带鱼。那原汁原味，而且有着酒酿的甜，对，和香糟酒的这种香味，完全是上海的那种喜欢的这个味道。对的。怎么样，今天的两种带鱼做法是不是非常简单易学呢？如果你也准备在家里吃年夜饭，不妨亲自做上一份，那味道一定特别美好而且难忘。